今年呀，2019年呢，今天是1月1号，你知道不？2019年呢，很冷，好个冰。别看这高了嘛，他受不是寒了嘛。三妹，这是什么？王三妹。干啥呀？咋整呀？没动了，来，那是不是含在手干不里面去了？钻进去往吃了，钻进去往。你说啥呢？你说2019年？你2019年了。张，张，你说啥呢？烦躁，嗯，没事，不睡觉。那个药要吃，嗯，那些药可以治烦躁的。要的贵，看啥呢？那你们说干啥去？喝下去都不痛了，你这是干啥呢？干下去，听话。你要起来又不扎了。你想不想起来啊？啊？啊？你想不想起来？没得借我了，90号、98号、92号，去，
就是一节一节灵活。痛是吧？痛，有感觉吗？痛痛痛，痛是吧？要笑起来，痛吗？要是痛痛痛痛痛。
劳共和专这是迟早的事，这现在大势已去。放松，马上就解放了。